和老先生大德以及感谢啊，现在小了接近哦，这个所能眼睛呐，所以对他的认识都不深啊，所以或者会讲哦，给各位了解哦为主要的，所以只要我们能够静得下心来哦，绝对会明心见性。那或许是期望都各位都哦能够成佛。那从这个哦能眼睛里面啊，对我们的帮助来讲非常大，那我们稍微呢，把这个楞严经的背景啊，就是先了解一下，在西元502年，南无祖师法号法大龙宫。那在我们还没有的发的时候啊，我们那个天台宗啊，